们的南非家人，我们的黑珍珠菩萨，我们菲律宾的家人，请起立跟大家挥挥手。泰国的家人，欢迎我们的印尼家人，请起立。马来西亚的家人在哪里？上人在，我们都是第一代弟子，第一代子有他的责任跟使命。每一个慈济人代表正法要注视，为了自己的慧命，还有更苦难的人，我们要行这个菩萨道。那上人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说要自力更生，要吃人家不能吃的苦，人家不能忍的，要我们要能忍，要先磨练自己，然后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去接受，才有办法去突破。今天我们十八位来受证，想跟上人说，上人一直愿生生世世跟着上人，一直也希望把我身边的心爱的人都带进慈济。上人开创慈济的时候，那段刻苦克难的日子是很令我敬佩。有什么时候不方便不顶礼呢？ในชีวิต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ที่โรงเรียนเลยค่ะ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อิริยาบถ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ที่ท่า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บอกว่าแบบ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ดีมีค่ากว่าคำสอน师姐就单纯那一颗心，就是做就对了，就是要把握当下，把握这个因缘。我错过这一次的受证，我觉得我这个人生会很遗憾。上人已经是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，真的之前我听了我也不觉得什么，但是今天阿桃师姐分享的，我觉得哎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世界各地都发生大灾难，所以我们如果再不做什么的话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佛前先结好人缘，我都是很受用的，有一种智慧的启发。就说一个句一个句，当你受用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哎，他就是你的一个导引的方向。这几天过得还好吗？好，睡得好吗？睡得好。在这菩萨道中，我就是等着这一天能见到上人，成为他的净师弟子。想不到我这么老还可以来受证，然后我70岁还可以来受证，我很感动，我的女儿带我来了。觉
得我这个老年纪还能够付出，所以得到这点我觉得我很高兴，所以是感恩大家都在帮帮我。施工上人，大马的孩子回来了，我们会继续精进努力，这样跟随您的脚步，让我自己知道下一辈子我要跟随着上帝。在联络上有些死角，或是他没有办法传递的时候，就靠总机。昨天开始准备先泡南瓜子，南瓜子之后就是搅拌搅拌昨天炒好的酱油，然后再加上一些调味料，然后就直接拿过来装盘蒸。它是为了给学员加菜。感恩啦，感恩大家。素食素食真正好，补充体力营养高，菩萨道上共欢喜。耶、yeah! ！恩师释迦牟尼佛，恩师释迦牟尼佛。斋堂动线是由高雄规划花莲生活组来执行，行渐渐非常顺畅，而且非常的有道气。各场地的分工，各功能组对口相呼应，让整个营队的防控能够更顺畅。原来个性中了，嘛是一把一面啊，各个信念啊，所以讲来的时啊吼，拢在我种同款，真有真教训。翻过山，翻过山，翻山过岭为安怎？为着要成就为名，自济人。也很感动，现在来到警示边，要被送人受证了。名牌包包都是有买，名牌衣服全身都名牌，改变了自己，真的是很感恩可以认识实际，而跟着上人的脚步走下去。